这是咱们卡罗普滑板用的配滑板配置用的焊接机器人，它由咱们的卡罗普的焊接机器人加上麦根尼特的薄板低配件焊机，然后加上350的同等焊枪。咱们这一款薄板用的低配件焊接机器人在很多领域，比如说教具、车架、健身器材等行业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。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？第一呢，机器人有飞行起伏、小线段加速、鱼鳞焊、焊后回抽丝等滑板功能，整个焊接过程的速度和节拍非常的高，然后轨迹很柔顺。第二点，就是焊接是一款滑板低配件的一款焊机，焊接的时候配件非常少，平滑短路过渡的功能使焊道成型更好，并且电弧非常柔和，可以焊很薄的板。这是咱们焊教具的一套工装夹具，